嗨，我是伊万，是阿列克机械的员工。今天我将向你展示我们的后泊控制系统是怎么运行的。现在我们将会在不同初始的二 Sigma 值设定下测试操作系统的调整速度。我们将会看到后泊偏差值将会以多快的速度几百分比往下降。在一开始的检测中，我们的后泊偏差值是 5.68%， 来，拭目以待。仅仅只需要6分钟的时间，二 Sigma 值降低了74%，从5.68%降到了1.51%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。现在，我们来给系统的测试加大难度。我们将会调整模头的粗条，借此加大薄膜的后泊偏差。此刻我们能看到二 Sigma 值变成了9.04%。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系统将会怎样来处理这个状况。测试结果再一次让人印象深刻，仅仅10分钟的时间，二 Sigma 值降低了79%，从9.04%降到了1.93%。那么你的薄膜后泊偏差还需要再烦恼吗？打电话给我。